在我们开始敬拜之前，我们先用心与诚实来感谢主耶稣，就是单单的献上感谢，为着我们就是在服事道路上，主啊，更多的在我们道路上能够更多的力量加添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向神感谢，就是单单的感谢上帝，想开始同声开口感谢上帝。需要的智慧，你天天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面对很多的事情，抓那个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抓我们是单单的向你求智慧，就你带领我们，抓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耶稣。用这一生付出。
所需要的费用，我们的加油钱，什么协会没有这样的缺乏，我们现在省求100万的收入，是所以说为什么协会向你在求做我们的奉主的宣告，我们每个月都100万收入，是我们做在我们所需要的费用身上，所以我们有没有任何的缺乏，加上这些，会让我们更多的学习。
生命，祝你灵。
生一生命，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，我灵歌唱唱呀唱呀，唱到邻里都欢喜，主生命现在来掌权运行，一道江单单的来到你面前，
向你呼救，需求一会主，我是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还有这样在这个时刻主，没有这个没有保管抵抗，那是追溯没有追偿，能够全心全意的向你呼求智慧，向你呼求帮助，就是遇到困难越过，越主耶稣你与我同行，谢谢你主，哈利路亚，主。到家了。丰盛的生命，颂赞祭拜荣耀的生命，我灵歌唱，唱呀唱呀，唱到邻里都欢喜。主旋律现在来掌权运行，一道江河，流呀流呀，流到丰盛的生命，颂赞祭。荣耀的生命，我灵歌唱，唱呀唱呀，唱到邻里都欢喜。主神你现在来掌权运行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，流到丰盛的生命，颂赞祭拜荣耀的生命。唱唱呀唱呀，唱到邻里都欢喜。主神你现在来掌权运行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，流到丰盛的生命，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。我灵歌唱唱呀唱呀，唱到邻里掌权运行，主神灵现在来掌权运行，主神灵现在来掌权运行。走向追溯道路，希望我们这三个家人们少能够跟他们见面，但是因着追溯爱，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，我们的道路是一样的，家开始同声的为这家庭每个成员来祷告，主要就是叫我们家人满足他在手里，主耶稣，你为他们安排的，是啊，不是为着自己的心思意念，乃是为着主耶稣的意思去行的。是他们在他们工作上，主要让蒙你的祝福。
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连保险都没有保，全部就单单的主要是你说的不是，但是像你求家去死的时候，偏压你的亲戚，只是为了一些智慧，一些事情，但是现在你变心，你变心，失去你说的。我要懂你。
的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撕裂过后归向你，撕裂过后归向你，撕裂过后归向你。让我们为着林良慧以及陈昭群以及徐家纯，他们被夺去那些钱财，主要是他们加倍的一直追溯的能力加倍的回到他们手里。我想为他们三个来祷告。